大家好，夜雾月台边由陈思安歌手演唱，由我们群星飞舞永远的一姐妙妙老师编的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前奏停四小节以后开始，摇摆三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好，右脚后交叉别五二三，好，第一段十六小节，右脚前进基本步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好，右脚前交叉基本步，右手摸胸，右手打开，右脚踏后点，转二三，换边，转二三，退两个基本步，七二三，八二三，好，接下来做一个 whisk 来，一二三，好，接下来头看右边。左边，好，接下来做一个 chasse， 三二加三，好，四二三，右手挥，第五小节，左脚前进，重心在中间，反身，五二三，六二，右手挥，再接下来右脚前交叉 chasse， 好，接下来一样，右手左手往上放下，以上这是第一段的十六小节，好，接下来。第二段有二十四小节，双手往前抛，好，右脚连续两个基本步，好，右脚前进，退后拥抱，好，右脚前进基本步，右手前推，左手前推，好，转一圈，好，接下来要转半圈半圈各八小节的动作，右脚交叉点，好，左脚交叉点做吸，右脚退后，好，做一个拥抱，再双手打开，接下来做 whisk 动作，另一个一二三，哇，这三在最高点，好，下次是二，二加三 ，over 回旋，好，转半圈，面向背面，好，脚的动作重复以上动作，交叉点，右手挥，交叉点，好，拥抱，做一个爱心。好，接下来做一个 link 一二三，好，下次二二加三 hover 回旋，好，转身，好，接下来准备做肩舞的动作，每次转左转九十度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好，右脚侧踏过步，五二三。左脚前交叉，左手挥，好，反向，再做一次，好，双手往下，结尾的动作呢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左转，左边弓步，好，以上就是我们这个华尔兹动作反方向，为各位连续示范一次，前奏停四小节，一二三。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五二三，好，第一段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好，接下来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五二三，六二三，七二三，八二三，一二三。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五二三，六二三，七二三，八二三。好，那接下来准备后半段的动作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。五二三，六二三，七二三，八二向反向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五二三，六二三，七二三，八二间奏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。四二三，五二三，
三，七二三，八二三，点二三。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首优美的华尔兹，感谢大家。